小朋友们，上一集我们寻找尾翼达恐龙蛋，找到了霸王龙和翼龙蛋，今天继续去寻找。咦，这里有一棵树，树上有个恐龙蛋，把恐龙蛋拿走。第三颗恐龙蛋，我是角龙之王三角龙，把恐龙蛋拆开。用这些零件来拼装三角龙。看，三角龙快拼好了，尾巴拿出来，三角龙拼装完成，它也可以变形。哇，三角龙变成了一辆赛车，好酷啊！看，又发现一个恐龙蛋，这是第四个恐龙蛋。我是巨爪之王镰刀龙，把镰刀龙蛋拆开，用这些部件来拼装镰刀龙。好了，镰刀龙拼装完成，看看它会变形成什么。也变成了一辆赛车，酷！小朋友们，今天我收集了四颗恐龙蛋，真是太酷了。